王夫差的眼前是一条大河。13年前，他一手启动了这条河道的开凿。但是现在，这条注定不朽的运河将见证这位君王生命的消逝。目睹夫差的溃败，他的对手勾践心中累积多年的巨大耻辱终于得以偿还。悬在勾践头上那把无形的剑消失了。这一年是戊辰年。与西方的公元纪年法不同，中国干支纪年中似乎隐藏着一种时间的契约。运河最早开辟者夫差结束生命的戊辰年，因王朝更迭而响起的战鼓一直在运河上起伏回响。公元前473年11月，争霸多年的吴越两国军队再次排列对峙。这一次，夫差注定成为输家。21年前，胜利者夫差在征服了越国之后，面对前来求和的越国国王勾践，表现了一个王者的宽容，允许勾践在自己的马厩里继续卑贱的生命。因为那个时候吴国的君王夫差谋划着更远大的宏图伟业，打败越国只是他征服之路的第一步，北上中原争霸才是他的目标。他的脚踩踏过越国国王的尊严，就开始了新的跋涉，北上伐齐。河网密布的吴越之地，虽然拥有先天的河流水道，但是这些自然河流无法行走运送士兵的大船。征服者夫差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江淮的运河。邗沟修成，吴王带领的军队也先后踏遍了齐国和鲁国的土地。此时志满意得的夫差不知道，他的身后一条暗流正在形成。公元前490年，刚从吴国忍辱偷生返回故乡的越王勾践，推行休养生息、增强国力的计划。一条被后世称为
山阴固水道的运河在隐忍沉默中积蓄着复仇的力量。这项至今润泽浙东平原的水利工程，比吴王夫差命人开挖邗沟还早了4年。两位君王几乎同时选择开拓水运渠道的方式，开始了新的征程。如果运河也有纪念，可以看到明暗两条运河在博弈中延展，汇流一体。吴越两国的战争在戊辰年有了最终的结果。越王勾践看着吴国求和的使者，他没有失去一个国君应有的仪态和气度。勾践给了夫差两个选择：忍辱苟活或殉国而亡。其实在勾践的内心，他更希望夫差选择活下来，因为曾经替吴王养马看坟的那种屈辱远比死亡更可怕，对此他太有感受了。然而骄傲的夫差选择了自尽。金戈铁马远去，豪强诸侯消散，如今密布江南的水网中，王国的疆界在稻田桑林间变得不再清晰。氤氲的水汽里，中国大运河在吴王的悲歌中完成了从东海到钱塘江再到江淮与中原的连接，这是中国大运河的生长起点。以征战目的为开端，中国大运河开启了持续不断的输运。而这种军事目的的漕运从秦汉时代就开始了，所幸后来逐渐演变成用于民生，并且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南来北往中，华夏大地上的军事经济文化都记载在了这涌动的流水纪年间。吴世文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确认了应天门遗址。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杨坚废周立隋，并统一了已经分裂300多年的中国，视为隋文帝。原北周皇族与文氏几乎全被诛灭。多年之后，一名北周宇文氏的幸存者受命于杨坚之子隋炀帝杨广，开辟了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
北方的正月清冽寒冷，虽然已经算是开春的季节了，但是土地还是冻得很硬。这个时候是不适合动土的。然而眼前的河道上是百万民众齐聚挖土开渠的劳作场面，这一切都处于一个工程设计者的调动之下。他的名字叫宇文恺。这一年是公元608年，隋朝在皇帝杨广的统治下达到了鼎盛。从父亲手里接过皇位才4年的时间，杨广已经显示了他巨大的能量。迁都洛阳，营造大型宫苑，改度量衡，并分别向西向东发动战争。数以百万计兵丁民工的牺牲，成就了杨广的威名。绥运河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便于征服。从战争的需要看，隋朝的大运河向南连接杭州，以利于平灭当时的江南陈朝；向北连接北京，是因为要收复辽东和征讨高丽国。在皇帝的雄伟蓝图与民众的过度劳役之间，宇文恺躬身而立，不敢有任何的松懈。3年前，宇文恺监督的通济渠工程，作为绥运河的首期工程，连接了黄河与淮河，贯通了都城洛阳与扬州。这一次永济渠的开挖，决定了隋朝的士兵能否早日向北出发，开始更远大的版图扩张。戊辰年春的宇文恺目睹大批的民众在劳作中倒下，感受到了北方传来的阵阵寒意，但是他不能表达任何有悖皇帝心意的看法，唯有不断完成工程建设，他才能活下来。27年前，隋炀帝的父亲杨坚在夺取北周政权时，宇文恺当时也被列入了诛杀之列。他的幸存，除了二哥宇文新拥立杨坚握有战功外，加上宇文恺本人，也并非北周真正的皇族宗室。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他的才能。从少年时就展现出惊人文书技艺的宇文恺，是那个时代的建筑设计天才。而雄心万丈的隋炀帝杨广却拥有超越时代的野心。在皇帝的指挥下，宇文恺完成了一个个宏伟壮丽的建设工程，但是对于永济渠，宇文恺有种不祥的预感。永济渠建成当年，隋炀帝立即下诏远征辽东，伐高丽，自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带着船队和人马水陆兼程，最后抵达设在涿郡的大本营。全程2000多公里，仅用了50多天，足见隋朝运河的通航能力之强大。皇帝3次北上征讨都兵败而归，永济渠
果然改变了大隋王朝的国运。后世把隋王朝的失败原因之一归结为穷兵黩武，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这三次对高丽的战争。隋炀帝最终无法踏平倔强生冷的高丽国，数以百万计的士兵沿运河北上后，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们家乡的父老却被告知还要继续付出更多的劳役。皇帝雄伟的帝国蓝图在宇文恺的设计下一一成型，但是整个大隋王朝却在不堪重负的百姓怒火中坍塌了。运河上的硝烟从未如现在这么浓密压抑。在隋炀帝第二次亲征高丽的那年，宇文恺在劳碌中死去，这位足以傲视世界的伟大工程设计师，57岁告别人世的时候，依然在工部尚书的职位上埋头工作。宇文恺死后6年的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的生命，在一名复姓宇文的叛将手中终结了。隋唐大运河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这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北抵今天的北京，南至杭州，自北向南分为4段，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国家经济措施漕运，也在隋唐之后越来越倚重江淮。此后在华夏文明记载中，河运即国运。公元705年春，大唐神都洛阳的紫薇城里风云诡谲。这座由隋代工部尚书宇文恺设计建造的宫殿中，皇朝的权力在2名女子手里完成了交接。女皇帝武则天被迫退位禅让，被废了数年的中宗李显复辟，史称神龙政变。紫薇城里所有人都知道，生性懦弱的皇帝李显没有能力掌控这一切，起关键作用的是皇后韦氏。作为同样对权力拥有极度渴望的女子，韦皇后的内心一直在效仿武则天。她是武则天的儿媳，非常熟悉这名女皇帝所有的心思与手腕。
从这一年春天开始，丈夫中宗每次临朝，韦皇后都会置幔坐殿，御闻政事。在韦氏的计划中，只要去掉那一层薄薄的帷幔，他就能将这个国家的至高权力握在手中。五年后，中宗李显驾崩，韦皇后谋划沿用武则天的惯例登基称帝。但是半个月后，踌躇满志的韦皇后死于政变，身首异处。在这段著名的历史里，后人经常用人品才能来对比分析武则天与韦皇后的成败，甚至演绎出许多野史传奇。其实决定他们人生故事结局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运河。唐代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后，土地荒废，水利败坏，人口南迁，生产力逐年减低，无力支撑唐朝日渐庞大的军队与政府机构。长安东望是运河的中心洛阳，漕运至此还有800多里才能到达关中，道路绵长且艰苦。武则天临政之前，洛阳已经被命名为东都，因为那里通复贡于四方。唐代开国以来，首都长安多次发生粮食危机，逼迫政府迁移到洛阳来办公。在武则天独揽大权的第二年，她下令将东都洛阳改名神都。20多年的掌权期间，她几乎都住在这里。江淮的稻米布帛从运河上源源不断地抵达洛阳。善于用人的女皇帝，借助充足的物资，给自己的子民带来了强盛清明的太平盛世。然而一心学习武则天的韦皇后，却轻视了运河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韦后的家乡在长安，在夺得大权后，她急于回到故乡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神龙政变第二年，皇帝皇后带着政府机构匆匆回到了西安。之后韦皇后再也没有到过洛阳。4年后，宫廷发生政变，韦后被杀。韦后死后2年，唐睿宗李旦禅位于李隆基。唐玄宗李隆基掌权后，政府采取增加仓储、分段运输、节级转送的办法改革漕运。粮食和物资储备有了极大改善，终于结束了唐朝政府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来回迁移的情况。从此江淮的财富不再滞留于洛阳，军事政治中心的关中与经济中心江淮直接联系了起来。这个大一统的帝国凝结为一体，国势登峰造极，成为中国文明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唐代盛世巅峰来临前，女皇帝武则天已经读懂了王朝命运与运河之间的关联。
而他的效仿者韦氏用一生的时间学会了后宫生存、政治权谋，却忽视了身后这条影响国运的河流。在专权乱政、奢侈无度的历史评价中，韦皇后失去了一个政治女强人的生命与尊严。岁月如沙土般汇入流水，隋唐大运河畅通运作了500年，直到晚唐四起的战火熔断了这条国家命脉。唐末割据的藩镇军阀将运河分段占领，南北联系受阻，加上漕运人员营私舞弊，运河的运输量巨减。大唐帝国衰败后，隋唐运河的部分河段也溃决为污泽，淤塞不宜于航行了。中间那个缝隙开始啊，从那段通济渠这一段呢，流经我们崔溪县境内41.8公里。我们这里呢，就是淤废的河道中的一段，这个运河的宽度呢，大约只剩下25米。到了南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重心呢逐渐南移。五代末，宋王朝的开创者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优雅方式，开启了中央集权的全新统治。除了政治军事的大一统措施，疏浚运河、复通江淮成为北宋开国的重要策略。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宋太祖，将都城定在了汴州，今天的开封。比起长安或洛阳，开封控制着运河的交通，更便于漕运，更容易获得大量的粮食与物资。北通涿郡，南运江都的开封，在运河水的滋润下，见证了北宋王朝167年的繁荣昌盛。直到北方的金兵铁蹄踏破了这幅璀璨华丽的美景。靖康耻，北宋亡。赵构匆忙南渡，最后定都临安，今天的杭州。南宋与金国以淮河为界，化淮而治。隋唐运河北方河段就此中断。此伏彼起，南宋150年间，利用隋唐运河江南段和浙东运河沟通丰富的南方水网，连通大海，开辟了中国远洋贸易的大航海时代，这是另一个篇章。时代与江河一起奔流不息，运河在告别过往的同时，
也在迎接新生。1276年的运河史上，记录下了分属于南北两个王朝的喜忧与兴废。这一年的2月，临安城被元军攻破，南宋皇室撤逃离开杭州。运河南端的流水与空气中，写满了亡国前的绝望与悲壮。而运河最北端的北京城，却因为元大都新建而欣欣向荣。这一年，45岁的郭守敬受皇帝委托治水，在完成北方的多处灌溉、通航等重大水利工程后，开始为全新的元帝国策划漕运大计。20岁就被忽必烈招入麾下的河北人郭守敬，是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他在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领先世界的卓越成就。名满天下的郭守敬从北京遥望杭州，一条全新的运河线路生成在他的胸中。南宋灭亡后，蒙古铁蹄踏出的国土空前辽阔，皇帝忽必烈对郭守敬提出贯通运河的要求。这一次，元世祖想让运河从自己脚下直接通到江南。郭守敬给忽必烈的回答深得这位马上民族统治者之心，大运河可以裁弯取直，将这条马缰绳拉直。1292年，郭守敬指挥下的京杭大运河工程正式启动。这年春天的北京城外运河工地上，被征召的民工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丞相以下官员集体来到工地劳动，唯一的指挥者就是郭守敬。这是皇帝忽必烈亲自下令的运河开工仪式。第二年秋天，一条全新的运河再次贯通南北，从大都至通州，沿原永济渠河北段，经山东到徐州，北入黄河，经邗沟过长江，与江南运河连通，直达杭州，全长1794公里。曾经战事频繁的荒颓故道，再次恢复了和平与通航，南北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靠近。百万民工的艰苦疏浚，让62岁的郭守敬终于在元大都看到了来自杭州的漕运帆影。此时的他，已经因天文历法、数学上的成就而名扬四海，但是京杭大运河依旧是郭守敬彪炳青史的重要成就。今天的我们，无论回望运河追溯历史，还是仰望星空遥想文明未来，郭守敬的名字都清晰可见。大江大河因运河而贯通，华夏子民因运河而汇聚繁衍，太平长亭时，东南43州地曲径高枝是此河。
王朝衰败时，也往往因为运河要塞的失控而葬送锦绣山河。元末高邮城里，张士诚扼运河起兵，直接导致了元朝的覆灭。明初鲁南，民间水利专家白英在山东南望分水济运，迎来了洪武永乐盛世。而清末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强占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阻断了运河漕运，最终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2022年11月21日凌晨，长江口横沙水域，一艘命名为长江口二号的古船被整体打捞出水。它沉没于清同治年间，大约150年前。当时的清朝经过康乾鼎盛之后，逐渐走向衰败。而面对太平军起义、黄河决口改道入海，以及两次鸦片战争，河运变得极为困难。长江口二号古船驶向大海的时候，庞大而衰落的清王朝做出了最后的努力。晚清兴起的洋务运动大力倡导海陆运输，在上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逐步承运了大部分的漕粮。150年前，曾经有3000艘这样的平底船出入于上海港参与海运。然而这种船体的建造沿用的还是唐朝式的造船技术，而此时古老的运河、长江以及沿海，蒸汽机轮声陆续响起。这是全新的时代轰鸣。在千年的漕运翻演过后，流水或许会与故道分离，但是华夏大地上漫流成网的运河水系早已超越了时代与河道的约束，成为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民族血脉。中国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2500多年的开凿疏浚历程，人类最早的中国大运河留下了3000多公里的南北里程，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融汇了京津、燕赵、齐鲁、两淮、吴越各大文化带。依托于运河这一实体，产生了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博大的精神内涵，并随着大运河的历史变迁形成和发展，创新和升华。
溯流回望，在奔腾不息的时间与空间里，中国大运河以无比的广阔与雄厚，流淌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永恒象征。江山是匹荒。